嗨，我是 Sharon。 那今年呢，我37岁，那是一名家庭主妇，那有4个孩子。我来自新山，在使用营养之前呢，我的体重是高达60公斤。那透过了一份优质营养早餐，我总共减了6公斤。在还没有当家庭主妇的时候呢，我是一个事业心非常强的一个女人呢，想要拼出一个事业，所以就在新加坡打拼了将近11年的时间呢。生下了孩子。那孩子没有人照顾，放弃自己的工作然后照顾孩子。那在这个13年当家庭主妇的这个生活真的是很疲倦的，因为尤其是我有4个孩子嘛，当了那么久的家庭主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，包括我在一名家庭主妇，想要改变生活的一个人。那时候看到了希望过后呢，想把握这个机会。谢谢 Blind Nutrition， 透过我的这个小小故事分享呢，也希望家庭主妇们可以透过这么棒的平台从事你们的事业，找回你们的自信，还有找回你们的梦想。